各位加拿大的观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杨明。今年我会再次参与《魅力凝聚新时代》这个 party， 希望今次不单止只是跟大家玩下游戏、唱下歌，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拿到飞跃进步男艺月的喜悦。我刚才跟他说我会颁奖给你的，杨明。我会准备很多礼物送给大家，记住到时大声一点叫我跟你们拍照。